是蝎子。今天我们来到台湾最早设立北回归线标示的嘉义县水上乡，听说等一下要拜访的地方和北回归线很有关系哦。现在就跟着蝎子的脚步一起去旅行，发现蝎子里的大世界。这个地球仪是因为我们有校本课程，那为了方便上课，所以我们才盖了这个教学区，还有这个地球仪。北回归线我知道，就经过台湾上面的这一条，这样这条横的这条。北回归线有经过16个国家。哇，这北回归线上面的这16个国家看起来好像都是沙漠地形哎。没错，北回归线经过的国家有大部分都是沙漠。嗯，那台湾因为四面环海，又有强大的季风还有台风吹拂，带来大量的水汽，所以台湾真的是很幸运。夏至日时太阳会直射北回归线，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最充足的阳光，还有立竿不见影的有趣现象。这条是虚拟的线对吧？对，北回归线它是虚拟的线，是一条人们想出的假想线。那它也是太阳直射地球能够达到的最北端。好厉害哟，光是一条北回归线就可以学到这么多的知识哎。这一个走廊总共有8颗太阳，每一颗太阳里面都述说北回归线的相关知识。这一颗太阳是在说，以前的阿公阿嬷称北回归线为瓜罗耍。哎，可是蝎子发现瓜罗耍这个北回归线的回字啊，它是回家的回耶。对啊，每年太阳都会在夏至日时直射北回归线。嗯哼。然后再慢慢漂移到南回归线，像回家一样，对不对？这一颗太阳主要是在说北回归线六代地标的故事。第六代地标就是最新的吗？对啊，现今的北回归线太阳馆不但是科学教育中心，更是全世界唯一一座可供人参观的标塔哦。你看走廊的上方，好多国旗哦。你注意看一下哦，每个国旗都有一颗太阳哦。你不说我没有注意到哎，而且每个国旗都有上面的太阳都是不同的样子哎，对不对？虽然为了今天我准备了很久，可是在拍摄的时候几乎全部都快要忘记了，所以我要特别谢谢蝎子在我身旁一直陪着我复习，让我可以完成今天的任务。哇，玉婷，你们学校这个装置艺术好漂亮哦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很漂亮。它虽然看起来是装置艺术，可是它是太阳能光电树呢。哦，所以你说上面是太阳能板吗？这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太阳能板不一样，它是全彩图像薄膜太阳能电池所组成的，其中有两片上面有雷射印刻台湾鸟类图案，其中一个是台湾蓝雀，另外一个是台湾五色鸟。太阳能光电树漆成金黄色，是因为它代表着我们学校的太阳。在夏至日那天，太阳直射北回归线，让我们北回的孩童拥有金色阳光，也拥有金色童年。所以你们是太阳小学对吧？对。哇，那这颗太阳能发电的太阳能光电树，它可以储存多少的电量？最多可达到364瓦，晚上的时候它会来照明自己。这里好舒服哦。这里是学校的快乐笑嘻嘻。快乐笑嘻嘻，好特别的名字哦。为什么会取快乐笑嘻嘻呢？因为这里有很多蝴蝶，还有一些生物，我们希望让它可以快乐的生长，也希望每个踏进来的人都能够快快乐乐的。这条生态溪流全长70公尺，以自然生态的方式来施作，护岸以石头及泥土堆砌，希望能营造出大自然野溪的样貌。
是从学校外面的那个河流引进来的水？不是，是从教学大楼地下室法式基础蓄水池溢流出来的水。哇，好环保哦！他们每天都会定时循环四次，然后各30分钟。循环的动力来自太阳光电板。靴子，这是手摇发电机，只要像这样转动，就能使灯泡亮。前面这个呢？这个是水力发电展示箱。嗯哼，水从泵浦流进来，然后从这边下去，转动水车就会带动上面的 LED 灯亮起来。靴子，这是人力发电机。哦，那不同瓦数的电，越小瓦数耗费的力气越少，越大瓦数耗费力气越大。哎，有一点吃力。25瓦会，哦，我看到了，灯泡亮了。这个，哎，还不错哦。哇，好凉哦，我觉得这不错。电风扇是最轻松的。那哪一个会比较吃力呢？球比较重。哎呦喂啊，真的有比较吃力耶。这群北回国小的小朋友跟我介绍北回归线的知识，让我呢感觉到不是来到北回国小，而是来到了北回归线深度旅行的感觉，真的让我身临其境。所以后面的背景我们要换背景，就是故事的后面再讲到这个，为什么有大的跟小的？吓死我！这个是刀还没有出来，没事吧？对不对？贝克兰星球谁没有动？谁？大家好，我是邱玉婷。大家好，我是赖应辰。大家好，我是廖以轩。大家好，我是庞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成宏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《贝克兰星球》。是个充满太阳能的星球，不需要任何发电厂，非常干净环保。星球上有一间太阳魔法学校，黑子、桃井、火神和千寻是一起长大的同学。各位同学早，校长早，大家早。你们已经学习魔法6年了，现在每个人可以选练一种攻击术咯。黑子的光剑最强，你要选光剑哦。没错，我要练光剑。我射箭最准，就练雅典娜之弓吧。火神的飞刀成绩最好，应该就是萨克森刀了。嘿嘿，看我的萨克森刀。千寻，你呢？大家都选好咯。校长，我还没想到。他没有特别厉害的啦。看着大家都练习得很卖力，千寻静静地离开。没想到，千寻就这样消失在贝克兰星球了。放手往这下推一下下，因为我们学校有一条北回归线，那跟太阳有关，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太阳魔法学校当做我们故事的主题以及背景。你要借我过一下校长，然后学校会出现。原来千寻偷偷跑到宇宙另一边的西坦星球，
那里都是机械，到处排放黑烟、污水，而且太阳永远照射不到。你们什么都比我厉害，不管我选哪个攻击术都会输啊。我要选你们都不敢学的黑魔法。千寻拿起镰刀，开始学习黑魔法。呵哈，呵哈。咦，为什么每次到这里都会失败？他想起了校长上课时说的故事。学习黑魔法让人心变得很可怕，会随意攻击别人，而且要练成，一定要使用贝克兰星球上最重要的太阳能水晶球。我想变强，我一定要拿到太阳能水晶球。黑子、淘金、火神和千寻是一起长大的同学。这样好不好？星球上有一间太阳魔法学校。经过一整天，我才知道原来要完成一项表演是这么辛苦。一开始要先讨论好剧本，然后还要画纸偶。那到了要演出的时候，要一边操纵纸偶，还要一边念台词。校长来了。某天，黑子、桃井、火神正在练习攻击术，校长严肃地走向大家：快，准备好你们武器，有人拿走了太阳能水晶球。是。咻的一声，千寻瞬间移动出现在大家面前，而且手中还拿着太阳能水晶球。千寻，你跑到哪去了？我们找你好久。不对，你拿水晶球要做什么呢？当然是要练黑魔法打赢你们。为什么你要？不等黑子说完，千寻对着水晶球喃喃自语：220220220。小心，千寻用水晶球的力量控制了火神。忽然间，火神发疯似的拿起萨克森刀，朝黑子和桃井丢过去。啊！校长替黑子和桃井挡了飞刀，身受重伤。校长！校长倒地后，火神马上恢复神智。你太卑鄙了！看我的萨克森刀，看我的雅典娜之弓，我们三个一定能打倒你的。千寻还不太会使用水晶球，不敌三人合作，倒在一旁。你到底为什么要拿水晶球？我的攻击术很弱，练什么都比不上你们，所以我想学黑魔法。但你的防御术就比我们厉害啊。对啊，而且你把水晶球带走，贝克兰星就会毁灭了耶。但是你知道在这个宇宙中有多少星球看不见太阳，永远都在黑暗之中吗？我现在住的西坦星就是。大家一片安静，忽然间传说中的绿能精灵出现了。只要你们四个真心关心对方，互相合作，用你们的武器结合，就能复制出水晶球哦。太好了，这样就有多一颗水晶球给西坦西了。千寻，我要跟你道歉，之前笑你攻击术没有特别厉害，对不起哦。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大家，竟然为了赢你们做出这么可怕的事。我们四个合作复制水晶球好不好？好啊。这样西坦星就能有阳光，我们也和好继续做朋友。好啊好啊。就在黑子、桃井、火神、千寻四个人的合作之下，成功复制出一颗太阳能水晶球咯。
生活在干净、环保、没有发电厂的环境，是对未来的期许与想象。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小宇宙，通常看不见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期许他们在未来自己的小宇宙当中努力地向前迈进。出发，冲啊！飞向宇宙浩瀚无垠。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跟梦想有关的故事，这是我写的故事哦，叫《会说话的洞》，是小熊东东，他是我们的主角，他拿到那个狮子大王给的梦想卡，哇，梦想卡耶，每个人都要写一个梦想，到底要写什么？他想破头也写不出来，所以他想说，我可以去抄抄朋友的啊。老虎说要当外科医师，兔子美美说他要当钢琴家。然后青蛙嘎嘎呢就说要当游泳教练，三个东西他都不想抄，但是他还是写不出他的梦想。于是他一直想，一直想，然后就一边想一边就踢石头，然后那个石头一边滚的时候，一边就咚咚咚咚咚咚掉到洞里面去。咚咚想说，哈，这个洞会说话哎。于是他就说，你会说话对不对？洞就说，对对对对对。那我的梦想是什么？他就说，想想想想想。天哪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结果洞就说，是是是是是。哎，东东在想，要我想，要我是，哦，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东东写说，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，可是我会一直不断的尝试，直到我找到我的梦想为止。我为什么想要写这样的故事呢？原因是因为我常常跟小朋友分享梦想，然后发觉小朋友的梦想都会超过来超过去的。如果现在很流行打篮球的话，每个人都要变成林书豪第二。关于你自己呢，你的能力在哪里？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梦想火箭的概念。所谓的火箭呢，火箭要升空，它是需要动力的。那这个动力表示是你自己的热情还有你的能力，可是火箭要升空也有很困难的地方，那叫做地心引力。那个地心引力可能是外面的阻力，比方说你的爸爸妈妈说不行，你只能当医生，或者是说不行，你太小，那这就是你的阻力。那你必须要想想看，你的怎么去克服你的阻力，增加你的动力，你的梦想就可以升空咯。这是我今天分享的关于梦想，希望你们也想想看你的梦想是什么，然后你会怎么做。 OK，你喜欢吃蔬菜吗？我喜欢。我是从来不挑食的哦。好，那你们知道蔬菜的名字吗？哈哈，今天蝎子就要带你们去认识它了呢。蔬菜的化妆舞会，蔬菜们好兴奋哦，因为要去参加化妆舞会，大家都要装成别人的样子。胡萝卜打扮成竹笋，身上刺刺的，真酷。小白菜打扮成青花菜，我好爱没有叶片的感觉。我最喜欢洋葱了。大蒜穿了好几层衣服，包住它臭臭的味道。地瓜扮成马铃薯，嘿，这样比较简单。只有冬瓜还是冬瓜，因为它又胖又大。想不出可以扮成什么蔬菜。化妆舞会开始了，又瘦又高的青葱先生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舞伴，他一不小心撞到一位小黄瓜小姐。啊，对不起，有没有撞痛你呀？小黄瓜小姐觉得青葱先生很有礼貌，就答应和他一起跳舞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在大太阳下跳舞，时间一久，大家都快热昏了。小黄瓜小姐停下来，急着离开。对不起，我有点累，先走了。青葱先生来不及拉住她。喂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请问芳名呀。哎呀，青葱先生该怎么办呢？幸好小黄瓜小姐留下了一个线索。小黄瓜小姐不见了，地上多了一个绿色小果萼。青葱先生捡起来，难过地说：啊，这是他留下的，他不是小黄瓜，那是什么呢？
大家脱下装扮，看看别人又摸摸自己。茄子说：我的果萼又大又粗，不像他的这么小巧细致。番茄说：我的果萼颜色很深，不像他这样子浅浅嫩嫩的。一只来听舞会音乐的小菜虫热心地说：我看过这种小果萼，就在附近的竹架上面。对了，他喜欢豆类，我真笨呀。青葱先生来到一片美丽的藤蔓前，先在竹架旁看到脱下的小黄瓜桩，然后在许多绿叶和紫花中间找到了正在躲太阳的豌豆小姐。青葱先生害羞地问：豌豆小姐，你愿意跟我做朋友吗？豌豆小姐也很害羞，半天才说：可是我不知道你是谁耶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原来他是……哇，好帅的四季豆先生哦。豌豆小姐和四季豆先生真的很相配。哇，原来是豌豆和四季豆啊，很有趣吧。蔬菜的种类这么多，但是我们常常会认错它们呢，所以要好好的认识它们，才不会对不起营养又好吃的蔬菜哦。国小呢，从校园的造景，还要到课程，都紧紧的和北回归线扣在一起，让声音的知识转换成了非常有趣的游戏，还有装置哦。你看，像现在呢，孩子就能够很快的吸收，还有接受。记得下周准时收看《蝎子里的大世界》。